三只松鼠为你护航，小故事勇敢队长，小美食聪明智囊，小尖偷懒最在行。我们出发了，我是小顾，我是小美，快做出梦想。三只松鼠就在你身边，一起出发。我累得受不了了，我不要跑了。小健，你才跑了几步而已。小健，你这么胖很容易生病的，所以才要锻炼减肥呀。我胖我开心，开心最重要嘛。小酷，看来我们要用绝招了。既然这样，这个我就……给我！既然你那么想要，就给你吧。小哥，你骗人！我可没有说里面有东西啊。小健，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训练。真的？原来我这么厉害啊！看来坚持下来还是挺让人开心的。三只松鼠，请立即到指挥室报到。有任务了，快走！报告主人，三只松鼠前来报到。辛苦了，松鼠们。这次的任务目的地是西藏的珠穆朗玛峰。这个地方我知道，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。到爬山我就觉得好累呀、那里怎么会有人许愿呢？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腰上，有着工人休息的营地，那里有寂静的邮局、吃饭的餐厅。刚刚谁说吃饭？这次许愿的是生活在大本营的韩琪，他希望能登上珠穆朗玛峰。任务收到，三只松鼠立刻出发。珠穆朗玛峰，韩吉家的小旅馆就在前面了，我们走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来了，请稍等。韩琪守主人，我们是愿望岛的三只松鼠。没错，我是最酷最快的小酷。我是又大又可爱的小酷。我是小美。我们收到了你的愿望邮件。韩琪小主人，你为什么要去爬这么高的山啊？那可是会很累很累很累的。我只是想把这个送给我爸爸，他就在前面山顶信号站工作。他已经三个月没回家了。我要去给他庆祝生日。这一定是个超级大惊喜。
从这里到信号塔镇有一段山路，我们还是请求基地提供一些援助吧。嗯，快主人，三只松鼠请求支援。嘿，小美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？赖主人，我们需要一些登山装备。嗯，让我看看。你们要攀登的是雪山，需要一些特定的登雪山装备，我这就派运输机给你们送去。哎，谢谢赖主人。出发了！亏了你，小哭，我害怕。别担心，这一带偶尔有暴风雪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风停了。韩琪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我爸爸都已经有3个月没看到我了。这次不管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要把蛋糕送到他手上。这话说的真酷，放心，三只松鼠一定完成任务。我当然和你们一起去了。我也想吃蛋糕呢。那个好像就是我爸爸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小家伙，你找谁？我找我爸爸，他是这个信号塔的守塔人。这里只有我一个守塔人哦。啊，韩琪，怎么了？我爸爸不在这里。肯定是我记错了，怎么办？我赶不上给爸爸过生日了。小希，你连你爸爸都认不出来了？爸爸，你怎么变样了？被太阳晒的呗。这里阳光强烈，气候又冷，把我这里弄得又红又黑。
活像个小老头。叔叔，守塔这么辛苦，你为什么不换份工作？小家伙，要是没人守在这里，这里的信号塔坏了怎么办？没有信号塔，珠穆朗玛峰上的人就不能用手机，更不能上网，遇到危险连打电话求救都不行。所以啊，不管这个工作多累，我都会坚持下去的。韩琪的爸爸坚持工作，韩琪坚持送蛋糕，我的肚子可坚持不了了。快来一起吃蛋糕吧。任务完成，有愿望找三只松鼠。嗨，小朋友们，知道什么是坚持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做事情只要坚持不放弃，最后就能成功哦。小健，那你的减肥大计成功了吗？我从今天开始一定好好坚持。你坚持做过哪些事情呢？可以告诉三只松鼠。我们在松鼠小镇等着你，有愿望找三只松鼠。在梦中心愿歌唱，心愿如星光闪亮，东方日出鼓声扬，西方山河人飞扬，北方白雪盖城墙，南方今日映海洋，一起将爱洒在每寸土壤。用作愿望小岛，把快乐传递四方，西湖断桥上遥望江南水乡，蜀道黄河在飞翔，汾河也古色古香，三